你就只能盖出那个人物，然后下一棒也不知道你在盖谁。我觉得这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。查到两个版本欸，你花了190秒、200秒时间在查，你快干！还没开哦，不是，我已经盖到一半的时候，发现有两个版本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而且一个是女的，没关系，我们不会怪你的，不会猜出来的。对，我们不会知道你是哪一个版本，而且我们也不知道怎么，我们猜不出来的，不用担心。对，我们不知道，好不好？你不用紧张。哦，怎么吵？没办法。放弃了，放弃了啦！巧克力可以放弃了。越开越丑，完蛋。可以丑成这样，到底要拿什么？老是女孩子。哎，这个观念很好。盖出来要先看得出是男孩女的，对，性别很重要。有人说他，有人说他的公仔被我盖得很奇怪。对不起，你不要看。黑叉叉。有啊，有一点 feel。耶、yeah!。好，你随便了。哦。我尽力了。飘逸感，到底要怎么干出飘逸感？求解。那个放一个撒一个药水在旁边，漂浮药水在旁边。嗯，有点飘飘的感觉。哦，好飘，好飘。
还有金边哦。哦，好了，就这样了，尽力了。像翅膀，啊，准备咯。时间到了，哼哼哼，我看是这样，有 feel 啦，越改越有 feel 了，尽力了，哇，我没有看过这部。啊，所以人物特征都有，那个有看过应该就会知道了。然后后面的完全没看过，跟我一样懵逼。我觉得太完美了。哈基酱油，按下去。按下去了，太完美了，大家一定猜不到。哈基，睡着了吗？我盖完了，我盖完了。他自己不要以为你没有回话就可以一直盖、哦。原来我一直没看到麦啊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哦，好哎呦哎呦，这个我也不用猜。哇，繁星你好棒哦！等一下，这盖不是这个吧？哦，这我知道，这好强哦，这个盖得好。这是他给你是什么？是那个了，这不用说了。哦。哦我要来 Google 一下，这一定是这个，对啊，我盖的可以吧？这个应该是这个吧，很赞。啊，不行，我一定要 Google 一下，这看起来很像我平常在手里玩的东西。传说中的特征是这个是吧？嗯。所以他是谁啊？你说九个，这个有三个啦，这有三个啦，有三个什么三头犬哦，三头犬，这头没错啦，先这一句，那个头，这是什么？谁？我不知道是谁。哦，一模一样啊！这是什么聊天室？救命！人手啊！这是什么？哇！你不能靠聊天室啊，然后你就知道答案了、啊。你随便查一个啊！好，酱油也有问题。我这个真的是太像我平常在手里玩的东西了。那回你洛基，你就猜洛基吗？
好了。蓝色色，哼。你说什么？蓝色就猜阿凡达、啊？没有，直接变联想。神话。我没有发了。阿凡达什么？噔噔噔噔。哇，猜的。这是什么？啊？有这东西？什么啦？名字越来越……这我听过。我的已经不是人了。啊，我的也不是人哎、欸。你的已经不是人了。这不是真正的有这个人吗？这盖不盖错最好会知道啦。对，英雄人物。有啊。这个简单。我的已经不是。所以我要盖错他的那个雕像有没有？然后还露鸡鸡。啊啊啊！啊希腊人物的雕像大部分都露鸡鸡，而且都很小，不是？你要露鸡鸡哦！啊！好可爱啊！很暗的，什么盖？蓝色？还有什么特别的武器也没有啊？有那个漫画版的。特别的武器，没有武器啊？那招式嘞？没有。怎么没有局？我发现不是人好像比较好盖、欸。真的啊？好，开工。哎、欸，盖完喽，盖完喽！这么快？我盖完了吧？你要逼死谁？你们酱油在干什么？是我吗？他拆了什么东西？我就只能盖这样。我就跟你说，这很像我平常在玩的东西。想会不会？啊！太好笑了。这是怎么？完美哦，可以。这真的是没什么特别的。所以神话里面也有普通人就对了。哇、哦！你刚才在模仿他的叫声之类的吗？很强，我这个很强。魔哇，这个肯定要玩过才知道哎、欸。要玩了。要玩了。好了好了，应该不难猜。就这样好了，不干了。你们有玩 FGO 吗？没有。GG， 没有钱玩。好。没有钱玩。没有钱玩。没有钱玩，都抽不到。OK 啦。啊、这个放直的很奇怪啊。干啥？超越凡人。没有一键对称这些东西。哎，酱油在我后面啊。对啊。那你一定有啊，你一定知道，你是爱玩游戏的。哎。
真的吗？嗯，你这个看了已经知道，你不要跟我说。那你又盖的不是那么好啊？没有没有，这个一定很棒，这绝对盖出他的那个精髓，他的风采，对，没错。这铁定的，这狗玩一定都知道，这超好盖。别嘴啦！真的真的，欸、等一下我怎么在我在我这边看到有人的方块突出去、欸？太突了是不是？这是真的吗？你说天空上面有一条那个吗？对啊，那个是个意外，不要理他。我可以说那是我弄的意外。他今天好长啊，好粗好长哦，而且你还喷了喷了一点出来，手喷了一点出来，他有两颗在外面，真的。刚刚才发现呢、欸。等一下看结束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那个是大概怎么来的。你喷出来的吗？对，笑成这样。我在喝水。你怎样？笑成这样怎样啦？冷静差你是被喷到的，呛到是不是？我在喝水。嗯。哎呀，拍。多我后面是谁啊？你呀、啊，我、啊。你呀、啊，不是你呀、啊，他后面他自己。李飞哦，我。怎么了吗？你盖了什么很难的吗？我不知道我在盖什么。帅气的风采。